王总，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，我们之间还有诚意吗？当然有。如果我们之间还有一丝一毫的诚意，我想知道，4年前你为什么不辞而别？这也是我对你所有的好奇中。 唯一还想知道的答案。当初的事，非常抱歉。对不起，就是你的答案啊。 其实也不难猜，是因为 Jeanette， 就是因为她吧。是的，是因为 Jeanette。 谢谢你的答案。 李川，你们以前认识啊？我要去画图了。刚才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不是。Jeanette， 我的立场从来没有变过。 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我的同事。
不会像亲人那样关心你，但是也只能这样，请你原谅我。